我学魔术算是半路出家的，就是有些可能是很小就开始学，然后我比较特别，我是大一暑假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就逛那个台北地下街，然后逛逛看到，那边某一个摊贩有一群人围在那边看，然后我就凑热闹过去看，他是一个老人，然后在变那种给小孩子看的那种魔术礼盒，就可能去那种儿童那种展览会看到卖给小孩子变的那种魔术，然后我在那边看，然后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魔术，真的没骗各位，因为小时候可能在，我小时候在台南长大，就乡下的地方。太震撼了！对，我大一，因为我是那个大学上来台北到西门町一出那个捷运站，台北是魔幻都市吗？对，真的，怎么会这样？真的，我这么厉害的人，我一出那个捷运站一出来，看到那个电视两位真的，哇，这里是台北啊！真的，我刚到台北那时候是这样，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魔术，我也是整个惊为天人，然后说，哇靠，这什么东西这样？然后我就被吓到嘛，然后所有人当然都觉得很厉害。但是我想到，可是这个搞到好像是变给小孩子看。我说，那我应该我程度应该不是小孩子的程度啊。那不信，我明天再来看。然后我就这样连续看了一个多礼拜，我每天去，每天看，一看就是看了大概两三个小时这样。然后看到，然后都过一个多礼拜，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变的。好，就买一盒看看好了。被消费了，而且其实被洗了。一盒呢也才三四百块钱，我考虑了一个多礼拜，不如现在就来了吧。哦，真的吗？好不好？我想说故事还没讲完。不，你先变，我们再之后让你后补，可以吗？来，掌声欢迎。It's party time.他跟你儿子很好吗？这只鸽子，这一只其实我也没有很熟啦。一般在中天敢撕《中国时报》的人不多。有还原。这个我们要写报告，那个戴哥就先跟董事长讲一下这变魔术哈。后来有还原，有还原。